大家好，我是胡福骑射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我今天的话呢，会跟大家来开箱这款 Taito 推出的恋上换装娃娃喜多川海梦黑江滴的一个算是精品吧，价格不贵，大概台币600块钱入的，不过现在可能价格会稍稍有一点点提升。然后我是在网上呢看了很多的好评啊，说它是 CP 值非常高的。那因为我本身有坑恋上换装娃娃啊，或者大陆朋友叫做更衣人我陷入爱情啊。然后在第一季的时候呢，女主角喜多川海梦呢是有一段 cos 成这个黑江的一个桥段，那一段的话呢也非常的经典啊，穿上了自己很喜欢的一件衣服，然后去逛个场次啊，这是很梦幻的一个情节啊。其实我一直觉得恋上换装娃娃呢是一部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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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邪恶的作品啊。我说的邪恶呢是一个赞美的意思啊，这个人物的设定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啊，特别是像我现在的话呢，由于经常需要去这个 cos 的会场啊进行一些照相的工作啊，是真的工作啊，我现在是已经是靠这个为生了啊。那这一款的话呢，就直接的吧，就来做一个开箱好了，我就不剪辑，就第一时间的做一个解锁的一个开箱过程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希望就不要录到我一个中奖的一个画面。这底盘底座看上去像什么来着啊，这个像是汽车旅不，哎对啊，就很像汽车旅馆里头的那种这种床的感觉啊。那因为这部作品的话呢，虽然我整套的恋上换装娃娃的漫画书，我整套原著漫画我有买齐了啊，但是我一直没有翻出来看啊，我的印象依然是停留在动画片里头的一个情节，所以如果是动画第一集没有演到的部分呢，我可能就不知道，所以说到底黑江的一个人物设定他有没有这个角，就是这个黑江这个家不对，这个妹子他有没有什么多余的设定，我就不是很清楚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它附带一个小小的，哦，我懂了，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，就是画这个衣服设计的时候的这个成型稿。我差一点把它当成是真正的说明书了。我本来想要把它撕开来看，你这个东西，以假乱真啊，有算是有骗到我了啊。然后呢，哎，我必须说这个，对焦对到后面的人脸去了。我必须要说这个脸做的有像，哎，真的真的这个脸做的挺好哦，以面相来说这个已经是我自己吧会给予很高的分数了。他这个腮红的话，这个妆感可以啊，然后他的这个链子啊，就是他不他这个链子他还有另外做一个防护的一个小保护措施，那我把它小心的把它给打开好了啊，这个希望不要太难开啊。诶，居然这么黏的吗？这部这个动画片记得是2023，我记得它是22年的时候播的，然后24年的话呢会有第二部。我发现它黏的很死啊，我打不开呢，赶紧把它剪开好了啊。同学们，我居然困在这种地方啊，哎，它这个很黏哦，黏，非常的黏，粘性这么强的吗？这么的依依不舍的吗？这个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笑话啊，来撑过这个尴尬的时候，是吧？到底，痛苦的过程啊，拆包拆得这么痛苦啊。好了，这个啊，我们你这个时候你可以享受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你可以享受把黑浆牵起来的一个感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的其他细节好了啊。那首先吧，从头开始看，他头上的这个像是妹斗女仆的这个帽子，他其实上面还有一些细节，他应该是有想要做出一个类似于半透明的那种质感。然后玫瑰花颜色稍稍暗了一点啊，是不是再鲜红一点可能会好一些？但是我觉得这个头的这个部分，这个质感做的可以啊，非常非常可以，以这个价位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棒。然后这个侧脸，非常的二次元啊，很好哎。
那它有一露出是有露出背的，那这个地方的这个材质跟头顶上的应该是做成是一样的，包括延伸到前方这边下面还有一层、哦、OK。 然后呢它的胸部就是所谓的乳带啊，这个因为海梦的罩杯是 D cup， 这个是官方的资料，它的胸上围减胸下围是17公分，然后大于16公分就是 D 罩杯了，所以是 D cup， D cup 有这么大应该是如果说你还会塞的话就是会有啦。然后袖子它手臂然后两手没有露出来，那手没有露出来的话呢就不会看到手指，手指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分膜线，那其实有时候是一些破绽，但是这一款因为没有露出手指所以都挺棒的。然后这个链条的话就先放到旁边，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脚啊，这个脚趾头可以啊，这个 OK， 如果你是足控的话我觉得这个脚的线条好生动耶，而且它就是有这种类似于是这种黑丝的这种质感啊，这个你去手这样去摸你是有那个就是格子状的感觉啊，不是那种丝滑的。然后它的黑丝的话上面是有玫瑰的这个刻纹的啊，就有一些 coser 的这个袜子有时候它是普通的黑丝，那其实是不正确的啊。真正还原的话你必须要上面有这种蝴蝶的这种啊，不是蝴蝶啊，玫瑰的这种刺青嘛。然后就大家都喜欢研究这个，它的这个应该是画了17笔啊，这边是10笔 ,1,2,3,4,5,6,7,8,9,10 啊，哎 ,17 笔哎，正确啊，这个数字也是对的啊。那当然就是很普通的尝试啊，你抠黑浆的话呢你连这个大腿上写的17笔都不知道那就很麻烦了啊。那我问一下了，哪一边写 10， 哪一边写 7， 可能要想一下对不对啊，好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不是重点了啊，你只要把它带回家的话你想要什么时候看都行。哦，这个底盘的话就是没有什么，我因为它的胖子是长这样啊，就大家以后就可以留意一下。我之前的话呢啊，其实有时候这种精品啊，这种如果是官方授权的精品的话，其实它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 3D 的一个整个一个完整的结构形象。那如果说一些 coser 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就买一尊这种东西，你就可以更好的去还原它的一个样子。然后它这个有一个坡度吧，我猜吧，它这个应该是可以让你这样子膝盖就刚好就卡住啊，它就有一个斜斜的一个角度，然后倾斜这个角度，然后目光看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构图本身是非常的完整，然后这个本体跟底座没有卡住的地方，它只是一个凹槽啊，就是用这个凹槽让你自动放下去啊，稍稍的固定一下而已啊。我必须说这个东西就是新台币是我是599入的啦，加上运费也不过600出头啊，我只能说这个 CP 值实在是太高了啊，强力推荐呢，很棒哦。你看这个角度，这个有一条眼神就往侧边飘，面雕很漂亮啊，妆感挺好，樱桃小嘴一点点，好，满意，非常满意。如果说各位心有余力的话，把这一尊带回家，个人觉得非常的不赖。OK， 你这样子看。好吧，这个也会拍。行，那今天的啊，对，还有这个，啊，这个是他的一个这个衣服的线稿啊，这个可能是他最后完整的一个展示状态。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